日本核废料排放一个礼拜之后，世界各个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未知咩事的话，就建议睇翻呢一条片啊，系比较科学向咁样，系引用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报告去解释成件事嘅。咁啊，一个星期就过咗啦，各个方面的人都有不同的睇法。首先最具娱乐性的当然就是睇翻我哋嘅中国啦，因为似乎大部分的中国网民都是严正反对日本排放废水噶嘛。咁排放咗之后到底搞咗啲咩咧？盲肠炎不是因为辐射集体生盲肠炎，看清楚是食用盐的盐，没错，又抢嘢啦。事源听讲就是有人在小红书度分享用盐去防辐射的一个理论，声称就是搽匀全身就可以得到一件防辐射的甲。咁中国比较易呃嗰一啲咧，件甲咁平，又好似好使好用，防辐射喎，大佬，梗系想去买啦。祖国最多的资源是咩？狗人民人口基数够多，所以多人买的话，很快就有缺货的情况出现了，就即是大家所讲的抢盐。但是盐到底是不是真的防辐射呢？梗是不可能啦，不是怎么会有人笑的呢？但是那边为什么会开始这样说？不能够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有一种盐就不是食用盐来的，如果去看一只化学的盐，就会知道 potassium iodide 的确它是算是有防辐射的特质的，但是只能够做到一样东西，它是防辐射性的碘，被人类的甲状腺去吸收，那个运作原理都算是特别的。吃了 potassium iodide 就会令到甲状腺先吸收了它，令到甲状腺就再没有空间去吸收这个放射性的碘。不知道为什么讲一下好像去到很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传染那套就是在讲食用盐，而不是 potassium iodide， 然后又拿盐来搽身，又不是拿来吃。而 potassium iodide 又要中辐射之前，又或者是一中就要吃的。最重要的就是 ALPS 的废水里面根本就没有放射性的碘，所以就真的不多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信的了。可能他们是用了认同请分享这一招，这里就不用了，认同的请 subscribe 一下。除了抢盐之外，他们还做了什么呢？恶作剧电话，没错，2023年还有恶作剧电话，真的有一点时代倒退的感觉。事源就是有人知道这个废水的排放之后，就日本那边就收到多了很多的报告，就说他们收到恶作剧的电话的 case 就越来越多，里面就有很多被人发现了是用中文在讲一些为什么你不自己饮用啊，日本人自私啊，污染海洋，要全人类一起陪葬啊，这样的东西。老实啦，人家本土自己都未必是撑今次的排放，可能你打了给一个不撑的你都不会知道。最抵死的是什么？打去日本店铺的电话，他们是用中文讲。你为什么要把核废水排到海里？傻逼吧。即是打给日本人用中文讲，又再显出了这个民族的特性。如果全世界都是懂中文，讲过我自己成日遇到的例子，我在澳洲工作的关系成日出入大学，走过大学的某些地方，很多中国的学生见到你是亚洲人，真的第一句走过来就会跟你说，是中国人吗？澳洲啊，官方语言英文来的，大佬，尊重啊。咁日本嘅店铺矛盾最大嘅就系呢一间啦，我就唔识日文嘅，所以直播嘅时候我就用 Google Lens 直接翻译咗啦。Google Lens Translate， 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福岛县，生嘅系360元日元。咩？系咪讲紧啲寿司啊？360元日元系几钱啊？咁最后嘅发展就系有人报警，话佢哋个心灵受到伤害，喺佢嘅角度睇落就系歧视咁样话啦。最后跟店铺就妥协咗啦，拎走咗呢一个标语。咁我就喺呢度唔讲边个啱边个错啦，但系都系枪打出头鸟啦。即系人哋好心咁样提你，知道中国人怕日本嚟嘅鱼生，费事你哋入咗去一间喺日本嘅日本餐厅食完，发现啲鱼系喺日本度嚟，唔开心搞长沙咁啊嘛，你又竟然唔满意到要投诉人哋，真系好心着雷劈啊，大佬！咁除咗上面嗰啲之外，仲有好多假新聞咁樣嘅，嗰啲咩排放咗之後海水唔同色啊，深海可以出現嗰啲變異怪物啊，有曬圖又成咁樣。老老實實，我已經分唔到到底係玩交定係認真。我就係估一開頭啊，真係玩緊交嘅，但係玩下玩下，小紅書啲人就當咗係真嘅，所以咪 share 咯。咁海水唔同色，你見識少就算啦。咩變異生物嗰啲圖啊，正常人 IQ 80以上望一望都唔會信嘅，其實。你真的以为有两秒就基因突变生到只手出来咩，大佬？咁我哋就唔好净系睇啲衰嘢。原来中国嘅网民仲有自制咗一条佢哋所谓嘅视频，
用自己的钱啊，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嗰度投放广告，去讽刺日本今次的废水排放。咁呢一位仁兄咧就话佢系为咗中国去出一口恶气嘅。好啊，终于打赢一场，今次仲唔笑到啲日本人面黄？咁其他国家咧，美国市民又有啲咩睇法呢？政治上我唔讲啦。美国虽然普遍都唔会话知识水平系特别高嘅，但整体嚟讲，其实都尚算系信科学。普遍网民都系相信今次排放系跟足规矩，所以冇问题嘅。但系都系会有嗰边嘅网民系想睇嗰啲人，就算系合晒标准都好，都好嬲好嬲，硬系唔顺气咁样。代表美国都会有人，其实系全世界都会有人担心呢一件事嘅。日本仲一定系最多人担心添啦。所以不少反对派说日本自己本土都有很多反对的声音，那些什么所谓相信科学的人竟然觉得会没事，其实就完全真的九不搭八的，当然本土反应最大啦。今次的废水排放，日本的捕鱼业、旅游业等等的打击是最大的嘛，难道学你其他国家这样急着出声吗？皇帝不急太监急这样。那澳洲呢，在日本废水排放之后，澳洲的官方是表示支持的，都算是排放了废水之后公开支持讲得最大声的国家之一了。毕竟学反对派话斋，国际原子能组织都只是确认话没问题，但里面都写到明是不支持或者反对的。澳洲就反而这么大力地撑，都挺令人惊讶的。相信如果小粉红要出征的话，又多个国家要出了，都真的挺忙的。如果他们不收钱的话，我真的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么伟大。爱国者的称号真的当之无愧。就算他们没有钱收，我都希望他们的信用评级提升。南韩那边又怎么看呢？排放之前本身那边的民众就好像大力反对，都不是说没有道理的。毕竟韩国都是日本的邻近国家嘛，废水真的有问题的话，他们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的。但是这个就引申到另外一个反对派的奇怪想法。其中一个讲法就是他们觉得水没有问题的话，做什么不自己用啊，要倒出来给其他人受。你说日本逼全世界人一起受，我都明白，但有很多人是讲到日本自己不会吃饭这样的，非常奇怪了。排放明明就是在日本排，你看着地图，在正这里的，看清楚最近哪一个地方呢？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还是日本？不是日本自己第一个会受饭吗？讲到如果有事的话，他们是不用吃饭的，这一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咁台湾呢个地方又点样呢？大家如果冇睇我 IG 嘅 story 嘅话咧，咁可能唔知道啦。其实就有台湾嘅媒体 share 咗我上一条讲废水嗰条片嘅。咁但系令我有少少惊讶嘅就系咧，反而嗰啲留言嘅支持派系唔少。可能台湾上 Facebook 留言嗰啲人读书多啲，真系唔清楚点解嘅。但系都当然系有呢个饮用派啦。点解唔自己用啲水啊？冇事你唔全家走去饮，饮用饮用。同埋你哋都唔好咁安心住。新聞話原來台灣都係有腸炎，所以唔好淨係笑一個國家啦。傻仔就每個地方都有嘅，正如每個地方都有好人壞人咁樣啦。雖然某個地方硬係感覺多啲傻仔，可能都係嗰句啦，因為佢哋人多啩。咁講到點解又要再做一條片去講呢件廢水事件呢？其实就因为我做上一条片的时候是真的没有遇到这么多奇怪的问题，所以这条片都没有说太详细地说，主要就是没有想过一些这么低级的东西会有人捉住来说，当正自己是找到打开这个真理之门的锁匙一样。如果我要在脑中模拟他们的想法的话，可能就会是啊，没事你不去喝，还有什么澳洲博士毕业，一句收你当。所以呢，我就要在这里郑重道歉，的确我是低估了部分人无知的程度，在上一条片中讲得不够详细，所以在这里略略讲一讲。首先，人类是不能够直接饮用海水的，人是饮淡水的。的确，日本都有海水化淡的技术，但要将这么多的核废水化淡所需要的成本和时间是完全不现实的。那既然有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又被国际机构认证安全了的方法，那为什么不选择那些方法而是要自己用那些水去这样呢？第二个反对派的论点就是，为什么你不说另外62只放射性元素啊？日本今次的水直接掂过核燃料的，有64只放射性元素跟其他核电厂的废水是不同的，为什么只是说穿啊？是不是避重就轻？在上一条片其实都解释得挺清楚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份报告是写到明，测试的结果就是 ALPS 这个研发过的过滤系统已经是将除了氚和碳14之外62只放射性元素过滤到一个安全的水平。氚和碳14还未够安全，所以需要再稀释，稀释到符合国际安全水平才排放去大海。
所以有中國人整咗呢啲圖，佢係想扮一張圖就解釋曬日本點解係揾緊全世界條命嚟交飛咧，其實係錯嘅。如果要最淺白咁樣話俾你聽嘅話咧，其實呢張圖咧就應該係要加一個過濾嘅濾嘴，即係 ALPS， 然後出嚟嘅水咧就會由一個危險嘅紅色變翻做上面呢個正常嘅色嘅。咁但係講到稀釋咧，又要講到下一個反對派嘅論點啦。佢哋會話稀釋咗啫，個量根本冇變過喎。持续30年排放，咁咪代表个量只会一路咁样增加，最后喺食物链度再累积到我哋人类食翻落肚为止。咁其实 IAEA 觉得呢件事可行咧，系因为佢哋已经考虑过各个方面嘅因素啦，包括放射性物质嘅半衰期，唔喺度详细解释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其他 channel 有讲过呢一样嘢噶啦。咁只要将佢理解为每到一个放射性物质嘅半衰期，佢嘅放射性就会少一半，所以有人谂话只会越排越多，其实就唔系嘅。因为每过一个半衰期，嗰啲放射性就会减少，所以佢先要分30年咁样慢慢去排放。如果唔考虑呢一样嘢嘅话，而家一嘢倒晒啲 ALPS 处理完嘅水落海都得啦，系咪？最后一点反对派嘅论点就系、是、你系咁引用过一份 IAEA 嘅报告啊，佢自己都写到明话系唔支持或者系建议日本呢一个排放废水嘅做法噶、啊。IAEA 总结日本排放 ALPS 核废水的方法和行为都是符合国际安全水平的标准的。IAEA 想提醒这一次排放对人类和环境的放射性影响是少到可以忽略的。那这一句又清楚不清楚呢？至于你问为什么他讲话是不是支持或者建议，但又说安全这么矛盾啊，到底他想怎样啊？IAEA 作为一个国际的组织去调查 ALPS 这个系统，它就只会提供客观的事实而已。IAEA 要用科学去探讨的是这样做安不安全，它份报告就答了你了，是安全的。但到最后各方是做些什么，它们就不会干涉，这样才是科学。最后那些什么叫我自己想一下 IAEA 背后的势力啊，什么收的钱啊，那些冇证冇据，其实真的没什么讨论空间。跟你讲科学讲证据，你又说我抛书包，无啦啦讲啲冇证据嘅言论出嚟驳嘴咁样。提醒翻 ，IAEA 写呢份报告嘅团队入边系有11个国家嘅专家嘅，包括中国人同埋日本人，历时2年先做咗呢份报告出嚟嘅。最后你要信定系唔信份报告系你嘅选择。但我哋讲紧嘅呢一份报告已经系世界上最高可信度嘅组织写出嚟嘅报告啦。最后讲一讲我嘅观察啦。每次啲片又涉及到中国相关嘢咧，就会有大量嘅简体中文留言。微辣嗰件事嗰个观看系呢一条片3倍，都冇几多系简体中文留言。然后呢一条片嗰啲留言咧，打字又一嚿嚿咁样。最深刻就有一个留言写话：如果日本啲水咁安全，你应该去饮用啊！每人每日8杯，好快就饮用啦。你冇听错，系好快就饮用啦。佢哋嗰啲留言系喺度系咁重复咁样用饮用呢一个字，令人怀疑系咪每使用饮用呢一个关键字就可以收5毫子。咁全部呢啲巧合加埋晒，令我感觉啲留言其实真系几怪，好有一种网军嘅感觉。正常人讨论，俾对方用理论答咗你啦。如果你想继续讲嘅，咪会继续留言去驳咯。毕竟冇人会想认自己错咗噶嘛。咁驳唔到，正常人咪唔理咯。但系呢一条片好多嘅留言就系我回复完之后，佢哋系会直接铲咗佢本身嗰个留言嘅。仿佛就系好似唔想俾人见到我用事实答咗佢嘅留言咁样，即系唔想我放出嚟嗰啲真凭实据俾其他人睇到咁样。讲真啦，你会唔会喺 YouTube 留言完之后铲咗佢咧？我就极少留言，真系唔系好清楚。同埋大家嘅留言咧，唔好叫我咩博主、up 主啊，尊重翻呢一个平台，呢度 YouTube 嚟嘅，咁都唔使叫我做 YouTuber 啊，叫翻转皮就 OK 噶啦。中意呢一条片嘅，记得订阅个 channel。我同一众嘅花生友都会喺晚上8点同你哋喺 Twitch 一齐睇时事、笑料或者打机。有兴趣嘅就嚟倾下偈啦。我系转皮，下次再见。系咁，拜。